个前辈现场，大家晚安，谢谢大家来下午参加这一个公开的会谈。那么今天会谈的主题，是两个计划，更精准的讲，是两个投资计划，其中一个计划是属于公共投资计划，另外一个我们当然是朱超以公投带来的这个机会，是民间投资的招商计划。那各位都得告诉我们，过去三年、未来三年会全力拼出来的，就是亚洲新湾区这里面的五个。总金额高达300亿的公共投资建设，那个各位都知道我们的进度都非常赶，其中像我们的会展中心其实进度已经不是好几，后面或者后面马上就要推出来。那么这个计划当然有两个政策目标，第一个当然是赶快补上高雄我们进一步迈向这个文化休闲娱乐。以这个商贸城市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这里面包括我们的世贸会展中心、我们的流行音乐中心等等。那各位也都知道，我们之前刚过行政院通过的这个轻轨，这也算是整个港湾的这个非常优厚的条件。第二个目的，那才是今天的重点。我们做公共建设，其实最重要就是。更进一步能够吸引投资，尤其是民间的投资、国外的资金、外资的资金、本地的投资，这个才是公共投资进场最重要的目的。那很高兴今天这个通导公司迎来了一个很好的消息。等一下我们会就跟请我们通导公司肖董事长来替大家说明更详细的这一个内容。那我这边做开场。我今天跟各位做一个简要。其实各位可以看到，高雄很漂亮，港才是高雄最重要的那个资产。那感谢过去的一段时间的港市合作，慢慢把港土地做大的转型，到今天很多的公共建设都已经找到它的位置，也都布下去了。我把这两张图浓缩成这一张图，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就是高雄的港湾。其实我认为是台湾最有价值。最具投资向的那个土地，各位看到这个黄色的部分，像蛋黄颜色比较浅的部分，浅蛋黄，这个就是现在我们300亿的标的点，都放在这个黄色的内层里面，其实也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大埔的计划。那么这个流行音乐中心，因为现在到这个流行中心是由港务公司来全力来推动，再过来就是我们的世贸会的中心。隔壁还有一个总主管，但这边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高雄软科，现在高雄软科已经爆掉，已经没有地，所以当然旁边还是在中油地，中油他们已经很确定这块地他们要做南科的工业中心，但是还有哪一块地也希望能够释放在市场上，所以这些都是市政府正在推动合作的努力。但还有一块更精彩，就颜色比较深的这个淡黄色，那个就是希望能够。整块整区的能够做民间投资招商，是非常漂亮的一块土地。那之前我片面得知啊，也没有完全了解，但是是一个很正面消息，那就是我们肖董事长在两岸厦门，这段时间在接触业务中有个全新的构想。那这个构想在肖董跟这个陈建章做报告后，其实从来没有公开。在公开场合做过说明，那我们也请上对高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将来这个港湾地区其实就叫做双蛋黄，一颗蛋黄就是我们市政府主推的这300亿的公共投资，另外一颗蛋黄就是希望将来的港区的土地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筑巢以后，让更多的这个民间的资金、国际资金能够进到高雄来。那详细的计划其实我也没有完全了解，那么我就真的很感谢这个肖董事长今天愿意借由今天这样的一个公开会谈的场合来跟大家说明，我想这就是今天最大的重点，也就是
刘副长、刘副长，还有刘副长，以及各位在座的长官，还有媒体小姐先生，好，大家好。那这一次啊，我长久以来啊，在市长的指导跟支持之下，高雄港口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发展。那么有关优惠的部分哦，港务局的下一关跟市府这一边是完全相同的。那最近呢，因为我们整个这个优惠发展的趋势哦，那么从地中海，然后加入渔海，然后加拿大、阿拉斯加，然后转到东北啊、东南。那个客轮的旅客游动啊，移动大概是这个方向在移动。尤其最近啊，我们感觉啊，从东北亚就是往我们台湾等于两岸的部分哦在移动，所以这个两岸游轮的这几天呢、啊、的推动、啊，更好属于我们亚洲西湾区的这个部分。那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呢，来报告给我们的大家长以及在座的各位媒体小姐先生哦，大家参考。那接下去呢，我就请我们的这个交通，我们的品龙叫什么？建设工程处，因为我们刚改完组，我讲不出来。建设工程处的处。市长，两位副市长，还有董事长，还有总经理哈，以下还有各位的市府的长官，还有各位的媒体，这个先进哈，那以下就由我们高雄港务公司来针对高雄港的邮轮产业的一个细节。做简单的一个报告。那我针对这个主题呢，为了我们后面哈的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做报告。首先呢，我们知道哈，就像刚才董事长报告过了，就是说这个邮轮的产业呢，邮轮的一个市场，慢慢的从美洲哦欧洲的一个区块呢，慢慢的移转到亚洲地区，这个是一个趋势。很明显的。那我们知道，在这些年啊，发现到说到2015到2020年哦，预估哦旅客增加的是欧美到亚洲的航线，以及亚洲间的一个航线的一个哦成长的趋势。哦，我们发现到说它是持续在成长，而且成长幅度是蛮高的。那预估啊，由专家哈、哦、预估。到2015年的时候，亚洲邮轮的一个到达人数大概有200万人次。到2020年的时候，预估可以到达500万人次哦。所以说，这个趋势是一个很明显，而且很多的专家学者都是一致的这样的。那亚洲邮轮的市场呢，我们发现到目前啊，大概哦，它7% 左右。那未来呢，到2015年的时候，预估可以成长大概至少3%哦，那3%的人数呢，就将近100万人口哦，所以100万人次，所以说这个虽然成长的比例好像只有3%，但是人数是一个蛮多的一个人数。那现在哈、哦，亚洲邮轮市场哈、哦，目前的一个航线距离大概有半太平洋，那亚洲跟北极线。第二个就是说东北亚的航线，华中、华北以及日韩的一个区块，再来就是亚洲航线，东北亚、东南亚以及这个华中的这一个区块。那亚洲目前的总共有63条，这个部分请参阅哦，请参阅。那针对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两岸有旅游的一个持续开放啊，那目前哈、哦。目前到4月的时候，它开放天津、
重庆等等的一个港口，到年底的时候，它会增加再开放十个那个城市，所以说会从第三个城市增加13个城市，所以说呢，每日限制人数呢将会有500人到，就是游行的部分会到5000人，所以说未来这个旅客人数是一个倍增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从这个趋势哈。我们也发现到说持续在成长，虽然现在只有到46万左右，但是未来的成长是可期的。那我们以渤海湾的一个客运模那个营运的模式，我们可以有一个模范的印象，就是说它是从渤海湾大概在48小时之内一个区域性的 local 性的飞旅的一个到达，未来它扩展到说，天津、青岛，甚至到第三圈的时候，到韩国的釜山、日本的神户，到达它是一个2到3的天数的一个长程的一个游轮一个发展。那这一个是渤海湾现在发展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可以当为我们两岸在东南这个东南地区的一个沿海的借鉴。所以说呢，那刚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有一个实例，也就是说厦门港就如同在9月8号我们董事长到厦门去签订两岸邮轮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合作意向。那因为厦门港它会再开发一个，就是整体开发一个邮轮母港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总共47公顷。那它未来建构的是一个海峡两岸游轮的经济圈，它从海峡的这个我们台湾两岸东南的这个区块，发展到东北亚以及东南亚到越南，甚至到海南岛的三亚这个区块，那形成一个两岸的共荣圈，扩展到日本、韩国等等，那这个经济圈呢，未来是一个很可能形成，而且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这个是厦门，它正在设计体育馆，正在打造一个这一艘游轮151亿的人民台币的31亿人民币那这个它叫做中国厦门。那未来厦门港它引进美国的鲁道美酒店集团、加勒比海集团，还有包括美国好莱坞的集团，引进酒店游戏产业、游艇观光产业，包括还有影视等等的产业，结合在这个游轮的一个经济圈里面，然后共同去发展这个游轮的一个经济市场。那借由刚才渤海湾也是个案例，我们可以发展出厦门、台湾的高雄、基隆、台中，甚至我们安平、台南安平以及澎湖的金龙口码头区，可以形成一个邮轮的一个邮轮圈经济的一个环节这样子。好，那高雄港目前的现状，当然我们大概现在可以停8万吨的一个船型。那，是现在是比较传统、比较旧式的。那我们现在正在推动的就是高雄港旅客大楼旅运大楼，那我们一定会在2015年会完成。那这个是15层楼的一个大楼，包括旅运结合旅运跟港务的。那这个我相信，各位先进都曾经看到我们的简报。那未来这一个旅运中心的。可以靠我们世界现在最大的游轮22.5万吨的海洋魅力号的一个游轮来停靠，那它每个小时的通关人数可以到达2500人，这是最先进的一个港务旅运中心。那我们未来的一个模拟大概是这样子，对。那这个是高雄港，那我们结合基隆港、台中港再来。整个串联成一个跟厦门串联成一个游轮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环。
所以说呢，如果以这样来讲，再结合我们周边产业共享利益的话，游轮产业如果赚一块钱，带来的周边的产业商机可以赚9000块钱，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效益是一个非常大。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跟我们的周边的产业跟市府来共享这个利益。那我们未来呢，要怎么开创新局呢？我们要两岸四边游轮自由的一个整合。哦，那我们董事长提出一个新的规划哲学。我们要蓝海策略，我们的策略是什么？海空策略联合。那我们高雄来讲，有空海双港，那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结盟哈。再来就是港对港的策略结合，那什么？比如说厦门港跟高雄港，还有基隆港，来整个做环状的一个结合，还有港周边产业的一个策略联合。那未来呢，我们呢从我们高雄港出发，我们旅运中心呢，然后呢结合带来基隆港，未来它也要带一个国际旅运中心哦，它进国际进口已经完成了，带来。那我们不止这样子，我们还可以串联中途站、澎湖的金融口，一个我们这个金融口未来是我们高雄港务分公司哈，为未来高雄我们的港务公司。会架构以后来做整体的开发，那这个也可以当成我们的重机站。再来，包括我们安平港，我们政交部也初步的有一个构想说，把安平港的一部分的一个大概有70公顷的土地呢，提出来跟台南市政府的高雄安平港国家历史风景区来结合，做一个整体的开发，啊，未来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钱，这个计划呢，也可能成行啊，因为台南市政府很有心，有这个企图心呐啊。那我们这个部分呢，再过来就是结合厦门港。那厦门港我刚才讲过了，它哦有74公顷，要整个产业链结合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个重的一个试点结合，我相信这个经济圈就形成啊。那未来的又要怎么开创新局，就是说水岸相关的设施，那我想我们港市啊共同建设有这么多的一个计划，其中我要补充报告，就是说我高雄港1到22号的整体开发计划，我未来包括环转饭店、旧港区的再开发计划，我会引进跨国企业，我们也正在跟相关的集团啊，比如说以高铁刚才讲过了，好莱坞等等的集团呢。来洽商，看看能进驻我们这一个邮轮经济圈，两岸的邮轮经济圈，那这样整个串联起来，产业链啊，整个邮轮的产业链就会有很完整啊。那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构思啦，构思的图，包括环转饭店，然后我们整体的高雄港的旧港区的再开发，整体性的，我们是一个整体开发的一个招商作为，我们正在进行当中。那未来的一个整体是一个环状的水岸连珠串在一起。那我们要创造吸引力，有磁吸效应，有软硬兼施的一个功效。那我们的磁吸效应呢，我们要创造吸引力，那就是现在有我们这个博尔博山文创产业艺术进驻了，那这个已经慢慢形成，所以说未来整体性的城市的意向跟整个邮轮经济后线的周边产业已经串联了，开始在串联，所以说未来这个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商机哈。那软硬兼施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邮轮的消费能力很高，然后呢单次来的旅客非常多，所以说有这样的特性呢，我们如果共同经营整个水岸港市。的一个产业的话，我相信可以促成台湾整个一个邮轮港口的产业能够非常的有机会成为一个未来的一个明星产业。那我们最后继续说，希望说我们的软硬的一个建设、招商等等呢，希望说我们能够秉着港市共同建设、港市共同以及港市
互助互利的一个方式来做整体开发。那未来我相信这个两岸的游轮经济的一个产业会好来真的成型，然后蓬勃发展，带动台湾高雄都会区内更完善的提升。哦，以上做这样的报告，谢谢。谢谢这个高雄市这个其实高雄市政府应该是要做完整的一个港区开发计划。我刚刚算了一下，刚提到是厦门是74啊，那具体有在讲的110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我听起来老师讲一个想法，就是高雄进场投资300亿的空间，就希望能够做出下一个300亿的。那个民间投资，那他的所有作品全部在高雄这个部位，就是最重要的这个港湾资产的土地上，也就是高雄湾爱河口这两块。这两个蛋黄，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一定可以为高雄带来大幅度的观光经济产业。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高雄的这个决心。那我想，这个谢谢港局，我想现在就请我们高雄市陈市长。大家做计划。感谢所有的伙伴，我想非常的感谢我的高雄港地安置，他大概在这县市合并以后，我已经跟这个高雄市密切的合作，那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刚。整个交通市场顺应未来的高雄的发展，那我们认为过去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高雄人有一个美梦，就是认为大事要合理，才能够发展。但是我认为港市合理有它一定的难度，这个难度我们现在就从交通市场。他的雍容气度，他开始认为港市可以合作。如果在整个一个未来组织前景的部分很难去处理，那我们应该比较重要的这个阶段，我们港市应该合作。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会觉得说，我们港市共荣共存、共同的发展，真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几乎就慢慢的一个形成，但大家都知道，那刚刚我们的文化局的局长也跟大家也做一个说明，那高雄市现阶段我们的投资，市政府的投资，包括港务公司，大家一起经营合作，来自中央跟地方彼此的合作。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国际四方会展中心，那我们今天以前去巡视整个现阶段的景点，它的地下层的部分都已经完成，地上层的部分就是已经在做一个吊装，这个部分这个工程都非常的顺利。这个部分来讲，我们世贸会展中心明年9月30号大概明年九月，我们对外是明年年底之前一定要完工。我们现在的进度是超前，那我会觉得说，在明年9月10日，大家可以看到完全崭新的国际会展中心。这个会展中心1500个摊位。那个跳高是几层？更不重要。跳高是要27公尺到最高27公尺高，大概9层楼。这个跳高9层楼，这个部分有游轮的部分，未来机械、大型都可以在这边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会展。所以国际会展中心，那接下来我们的。很重要，在85大楼的对面是一个馆中馆，我们现在挖包非常顺利。那根据我们文化局的规划，他们在做很多的规划。本来我是要求9月要动工，但是我们的文化局
是说实业组哦，他们认为哦，他们有很多周边，所以市立图书馆的周边还是实业会多多。啊，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觉得流行文化中心现在所有的启程哦，包括都是非常的顺利。那跟大家说一个，大家知道，我们水岸的启程几天以前，在今天会通过。同时，中央的补助的额度已经从过去43亿现在提升到63亿，哦，就是3亿6。这个我想，这个部分对我们水岸轻轨来讲，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那我想，我们的国际营运中心项目市长已经把它把未来我们的国际营运中心成为一个两岸邮轮的经济。到就是到10号码头，一到十号码头是本来一到十号码头，那个是整个高雄港最美的地方。那我觉得我们非常佩服萧董事长有这样的眼光，一到十号码头，我想可以看未来整个两岸邮轮的经济区。那我们或大概在去年，我们市政府的海洋局跟我们的。我们有到迈阿密去看到他们的邮轮，哦，他们的营运，就说他们的营运中心，就是一个出关入关，这个邮轮大概多久？大概一上这个邮轮哦，2000人、3000人都有，哦，所以这个公司的未来的话，真的不可限量啊！如果再加上我们整个1到10号。这个码头未来的开放发展，引进刚刚我们的整个，我们的刚刚我们所有的一个报告，说未来我们要引进各种不同国家，哦，大家对整个高雄港的投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未来的高雄，可能3年、5年以后，整体的高雄港是完全。那我想今天，哦，两岸之间朝着更多的和平，哦，互相的了解，那高雄港跟厦门港，哦，这个样子的未来，邮轮之间，包括我们两岸四边，哦，整个我们的轮船跟我们的现在港务公司，他们整体的规划，我想都是可以一起可以看到。非常未来的一个我们所期待，所以今天我们会非常高兴港务公司跟高雄市政府团队的合作。那我们不知道1到10号哦这样的一个沿海的高雄港的一个发展，我不知道港务公司有没有什么困难，有哪些高雄市政府，包括我们的文化局等等，我们向高雄市政府。团队有哪些可以协助，能够加速这样的一个发展？哦，有哪些我们是认为市政府的团队可以做的？我想我们都非常愿意，希望在这个部分能够让我们的共同的期待，啊，我们的新的湾区，包括邮轮两岸邮轮经济区的发展，能够更顺利。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向董事长。还有我们港务公司所有的工作伙伴，为了高雄整体的发展，南方南部整个的整体的发展，谢谢我们高雄市政府更多的支持跟鼓励，谢谢高雄。